無色無影的那些，是不是啊？那最麻煩，最麻煩是跳舞的班。那一定有影響的，就是對經濟啊，對大家心情都不好啊，可能就是大家即係本身呢一年可能有好多 planning 啊，即係好多 friend 可能就係結婚啊，咁因為呢個疫情都冇得結咁樣。因呢個情況揾唔到工嘅有大把。哦。啊，但係一係費事揾工，一係就揾唔到。有啲 friend 停工咗一排咯，但係即係啲 friend 可能比較做嗰啲sales 啊，做地盤啊嗰啲會停工一排咯，但係又未冇炒到咯，咁但係有影響，一定有影響噶啦。落實的時候有沒有分別的？肯定有的，那些人越害怕就代表了，即好像首歌那些人都不敢唱之前那個什麼，有些東西本身你想說可以說，變成你不夠膽說，那特別是可能公共討論方面已經很大影響了，有些本身的人覺得對的東西，他不可以說自己覺得對的東西，即是林鄭她說什麼個個都是說不對的啦，剛才這件事，但是他是要做，那我們市民是要去面對的，他們怎樣做怎樣去處理都我都要生活的，剛剛才是剛剛才的東西，我們不會牽涉到這些東西。
下年咧呢、這个疫情咧最好冇啦。我所期望呢啲，希望可以个复苏少少咯，市场至少揾工唔好咁难先咯，失业率低翻啲咁咯，已经叫好啦。希望疫情快啲完咯，跟住大家都健康康、开开心心咁咯。